Runs it down the aisle.这个在这地方，这个面这么松弛是不错的。就看看你要求几度，我做几度。对对。很快就给你搞好了，哎。这里缺一个撒粉，我早晨我就要撒一撒，不然的话那个很低。这要缺多一个小小的撒粉。哎，细一点的撒粉。那这个是干什么的？它是接粉的是吧？这接粉。我早晨第一遍我要这里，我把这整条带摸来这里。就是说你这底下没有撒粉剂还不行？那个没有撒粉剂，缺一个。啊、哦，那怎么忘了？有时候一粘就会粘住。啊，这样也。不是，有时候整个粘住，这个还好。这个。翻过来了吗？啊，翻过来了吗？会黑掉。啊？会黑掉。黑掉。对。你说那个拱上面会出问题啊？对。你现在总共省了多少人？跟以前比？啊？跟以前比省掉多少人？啊、那肯定，那钱是什么那边？你算一下，我利息要去掉多少？但是你这个打孔要重新配一个给我。哪一个打孔？你看啊，有的没打到。这中间没打到，它只有一半的，你那个就一半的打孔。嗯。一半打孔，那中间就会孔。均匀是吧？均匀。你让一下，你让一下，我拍一下这个卷。这个就好了，那个就不行。嗯，我在这边了。啊。那一下卷很多，一下一卷就不行。是因为电子眼的问题呢，还是？
那边没事是不是？那这边应该没事，是这边觉得特别。哦。看一下，我给老外看。看吧。现在他那边比较多。他会很多啊。嗯。这里就要叫老外的水果。那赶紧要剪掉，不剪掉就没用。可以翻下来，可以。全部给他翻下来，可以。翻下来。行了，来吧。烤炉，哇，又是几米长的烤炉。好片，像这样这么稳才可以。对，你这一点都不能碰。不能碰。这个出来成品还是可以的。饼干线完全两个概念。这镜子我还好买得到，刚刚呢？你说哪一个买得到？这镜子好买不得，买得到我就买一下。原来我以为全部是要你们配的。这个地方呢浪费太多，你要赶快改，你这赶快改，不改太累了，太累个人了。已经下单十天了。他要付钱吗？那不要，不过他必须要给我做好。嗯。